经有人同我讲，人生有啲时候系冇得拣嘅。我谂可能系啱嘅。俾佢两个啦，打佢，打佢！咩事啊？咩出事啊？你讲咩？系咪仲系兄弟？兄弟，饮酒时候就兄弟。你不会真的喜欢上我了吧？想得美！你做咩斩死啊？你过嚟打死我啊！嚟啊！嚟啊！冇讲钱，冇讲兄弟，兄弟而家唔值钱咗。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明日愁来明日愁。你老母，不理我！好多时候，我哋都会讲，呢个有得拣，嗰个冇得拣。而我哋总是等到时间过去之后，慢慢先明白。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你说黄河的水有我们村口的水黄吗？